你的行为对耳朵造成多大的伤害？你不是拿着系统的，说话文明点，俺叫丁宁，那是他们的学名。不管是听见还是跟着，感觉都没什么用的。胡说，看到那枚企图混进去的飞虫没？如果没有我们的拦截，他们就会飞进主人的耳朵里横冲直撞。那不就有万二少把它挖出来吗？危险！挖耳少有可能自己飞虫爬得更深。 如果爬到了耳膜上，可能会造成耳膜破损甚至导致失聪。耶，揍你！不仅如此，平时耳朵里的灰尘、皮屑、分泌物就连细菌也是我们负责打扫，才不会让耳朵引发炎症等问题。请出示绿码。来人！来人！来人！原来你们这么假，那我以后都不戴耳朵了。那也不行，虽然像我们这种酥脆的干净。 长大后一般都会自己离开家里出门闯荡，但是像他们这种老油条，天天赖着不肯走，越吃越多，才需要逃走。防止别人面说坏话，你礼貌吗？哎，小偷嘛！就说啊，耳朵内壁很娇嫩，你这样乱抠乱刮容易造成伤口，一旦造成伤口，耳朵就会分泌更多的分泌物，把你的耳屎就会越跳越多。准备防御音量冲击波。 主人每天听音乐看电视，把音量调到最大。如果我们不能挡住，耳膜就会被震破的。谢谢你，你的名字在本屋，我以后再也……你的上大攻击，鼻子上大攻击。这是什么事呢？喵，去看看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喵，你的耳朵里的外面鱼正在靠鼻子，你们家里的细菌都跑进来了。乌鸦，你的天哪！ 就是眼睛，嘿嘿，原来电线一直都在我的眼睛上。嘿嘿，长大了，怪，嘿嘿，雨下雨来了，长大了。怎么感觉眼都酸了？好累眼睛呀，这个眼睛效果太好了，衣服也一起透视了，伪装面具。 考场都被眼镜少爷预定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又见真是可以为所欲为，气死我了！不好意思，他的分就是可以为所欲为。随堂考试，把东西都收起来。看了，他这边出现。
宝贝儿，我姐妹结婚你还不知道吗？救命！这怎么不像？你删掉了妈妈，现在跟妈妈有关的一切不会被系统自动修正。最重要的是，没有妈妈就没有你。你的存在是错误，马上就要被抹除了。不是了，我再也不能进去这里。分身头戴，戴上后可以制造三个你的分身。一个雪，这下把寒假作业做不完了。你是语文，你是英语，你就是学。嘿，搞定！那你做什么？那就是在最后的战争时间还有现在。我是三点了，他们应该做完了吧？在干嘛呀？我是在做作业吗？作业在没写。分身的智力跟你一样，你上课不听课，那些题分身也不会写呀。不是可以分身我老师的？你自己都懒得做的事，分身当然也懒得做呀。就是，你自己这么懒，别说我们不知情话。气死我了！都明天了，肯定写不完的。闪电侠头盔，戴上后拥有闪电一般的速度，只要速度够快，一个人也能补完寒假作业。不管的，今天没了。写完了，我的作业呢？你补作业的速度太快，超越了光速。时空从写完作业的未来回到了初始的现在，现在的你还没开始写作业呢。明天开始写的了。别急，有我在，怎么都能让你在报到前补完作业。超级功能饮料、时间压缩胶囊、假期放大镜。是是，明天的我怎么都做完作业了吧？你想干嘛？那我用时光机把明天我的作业拿过来不就行了？叫我时光机。拿走你的作业，全都不许动！这学期谁带的班成绩最好，期末奖金翻倍。校长，你去年也是这么说的。就是骗谁呢？那我们可说好了，谁都不许卷。小美，你每天一副新美甲，真会享受生活。这刷子是专门定制的，既能涂指甲，也能当做毛笔写字。你们以为我从不备课，其实我的教案已经写到下学期了，年级第一非我们班莫属。数学老师天天打游戏，作业都没见你们改，真滋润啊。哎，我这学期都没给他们布置作业，放学就带着同学们一起打游戏。这游戏开的每一轮枪都要计算射程、距离、风速以及重力等一系列数据，射程不亚于高难度计算题，期末奖金我拿定了。听说英语老师这学期都没有抢体育课，终于舍得放手了呀。是啊，我早就将树叶镂空成单词，根据太阳转动的角度不同，阳光会照射不同位置的树叶，一圈就能背一千个单词。我绝死了，我准备无限内卷环。被指定的人会陷入无止境的内卷，你要这个干嘛？学校老师的陷入内卷，他们就没精力管我们了。这老师的工作就是教育学生，最后还不是卷到你们头上吗？终于放学了，就别急着走。这是今天的家庭作业。我小美，说好的不卷，卷通通布置作业。既然你先开始了，那就别怪我们了。谁是今天的家庭作业？谁也别想卷我啊！上英语作业，我才是卷王之王。穿上这双鞋，靠近宝物就会响铃提醒。哎，鞋呢？是宝藏啦！这是哪里有宝藏？这是宝藏！为了宝藏，出来！要不算了。宝藏不见了！什么
黄金，这是黄铜，由铜和锌构成，根本不值钱。我是一小学生，一无疏通下水道，谢谢你小朋友。这护士眼里还没有被人类开发，肯定还有没发现的宝藏。回家了全练就会翻烂。肯定是藏宝洞翻烂，把我的护送开。警察叔叔救命呀、啊、这是啊，小朋友，谢谢你为我国考古界做出巨大贡献。古剑，我的宝藏呢？已经上交了。你挖到的藏宝洞其实是一座古墓，古墓长时间空气不流通，产生大量一氧化碳，你闻到之后就昏倒了。我的宝藏，神秘老师说过，海底里的沉船装有大量的财宝，这是假的了。都说了，海洋这么大，不可能找到的。你可真是憋嘴。喵。辐射，我回家就能给你解决。你知道家在哪个方向吗？回不去了，我要变异了。动物语言翻译器，谢谢你们人类，我可以为你们指引回家的方向。是我们什么？是核废料。核废料被排进海里，会对海洋生物造成毁灭性的威胁。是你救了他们。对不起。强制清洁。写上名字，那个人就一定会请你吃饭。当然啦，每次都是我请客，就是看他们怎么赖账。咦咦，你们有些没想到。咦，这没得。鸭嘴强盗，来吃罗茜吧。我请。我请。咦，你对不起我。我不是这类人，我是说在座的各位。别给我买！我早就安排了狙击手，放心吧，快跑！可恶！嘿嘿，还好我早有准备，去买了洗手间，我去买单了。你还是先去厕所吧。我早就知道你要和我抢，所以在你的饮料里下了泻药。嘿嘿，对不起了。我早就想到了，我到时候就和小朋友了杯子，你让我根本就没喝。饭钱加上各种损失赔偿，一共6888，现金还是扫码？妈妈马上就回来了，妈妈救我！任意门，可以通过这扇门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。懂了，那就试试实力太棒。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们可以先拿这扇门装装样子，然后再偷偷找人来修门。不疼！快，这个厕所憋死我了！人呐，赛场上突然冒出的秃头小伙超过了第一名，怪异的跑步姿势，难道是他的独门绝技？把握，给他几头！这是哪呀？我憋不住了！我去找人修门，这次可千万不能再让人进去了！你的玩真畅快，洗个澡。一年一度的西班牙斗牛大赛开始。